是噶，阿毛讲那是变作大尴尬，阿房欠唔到，该钱咯，赶快留来啦咧。哎，安尼讲不对呢。嗯，阿那呢吼，这对地方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咯。是啦，这房欠这三年吼，柯律师吼想看咱们中介，这位人家吼先开始讲起呢。柯律师吼，你的眼光哦，实在有够来啦！啊，你一出手吼，你算是上适当的地点嘛呢？好啦，故事啊，大家跟上啦。大家嘛知影讲吼，这土地的征收吼，唔只简单嘅代志啦，啊，有诶，咁只脑较保守啦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先来敬白个。啊，到时阵吼，讲出大家到三江，来，大家坐下来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阮这乡亲吼，实在咱种一种诶啦吼。以后你若来帮客，都一定要来找我吼。我带家己地方上吼，哎，你是听我探听哦。啊，你话嘴吼，家家妈妈是会紧张啦吼。是啊，因带家吼，伫阮遮哦，这蚵仔面甲蛤仔餐啊，拢是第一名。尤其是吼，伊小弟带家无啦。那恁应该好好实在一个，这对哇？对啊对啊。哎，不，免啦，哎，都，哎，找我嘛是同款的。哎呀，阮小弟啊吼，伊干那样搞，蚵仔平尔啦。迄个吼，蛤蟆吼，蚵仔咧讲话吼，比甲人讲话佫较专门的，你咧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代志真正麻烦你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包在我身上吼。啊，以后吼，你若来找我的时候，看你有需要甚物款的斗三工哦。你做你讲，我蔡家兴吼，这人吼，就一条肠啊通到底吼。我若讲安尼，就绝对做甲到吼，无咧提示的啦吼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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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来，坐来吼。好，来来来。对对亲像伫妈妈的身躯边同款，啊，不过伫妈妈的身躯边是啥物感觉，我今日要袂记了。妈，你敢知影，我足想你。虽然生活过了足艰苦的，啊，不过我甲阿爸两个人拢有互相伫照顾。阿爸真正足疼惜我，有好处拢会想着我。阿爸送我的手指，有水无？啊，不过稍等就要摕去退啊。那无，阮无钱通食饭啊。
是忙啦，兼洗裤，我是散步顺转，无下阿妈。王子，你在做啥？王子，兄弟，赶紧聊起来，赶紧聊起来，休息。今晚谁找打呼？我啊！哎！小姐，你完蛋了！来，进去！哎，弄什么去啊？完了不？是的，三龙当机啊！来，阿健，小姐，这是三号，来，你是摸嘞，好，来，开始嘞，继续嘞，多谢。啊，哦，好，阿在往里走去。头家，对贼人好创啥？可以三摸嘞。哎，你是讲我是贼啦，我是偷贼啥？你偷多啊，偷得很嘛。知道，到位，啊？明明他都有啦！我伫散步诶，嘛犯法咯！啊，你散步袂晓摆所在哦，只要考起来是喊嘛，你是无看到。嗯，这考起来你诶，那呢？你即马互我考起来嘛是我诶哦。啊！你找翻哦，其实恁这边的海报上口起来就上个啦。你在偷费嘞？插播啦！你找翻啦？插播啦！插啦！插偷费！偷费！哎，好啊，好运，好啦。小姐，这个啦，我想这一定是误会，真歹势。不要紧，我先来扫。你现在真的想要做青番哦？阿斌啊，走啦！差不多了。我真正看到伊偷青番嘛。其实伊讲无唔对啊。虽然咱个只口开，我阿个蛤蟆是咱的，啊，不过海是大家的啊。这个查某囡仔，哪会穿这么水？敢是外地来的？我哪会都无看过伊啊！哇，实在是有够水的啊！就算啊，我每天看海哦，永远都看袂死。是啊，这片海啊。从细汉看到大，就算讲看到老，也看袂清。只是这片海，那是因为开发使得污染，这么水的海，还搁有这蛤蟆田，以后烟灰是不是就看袂到啊？
你是陪你招哎呦啊！八十万你才上，你敢喊伊啊？我还没困饱啦。困困困，等你饱了了，在你安那困啦？咱今仔日来求妈祖娘娘，敢是为了诶讨得开发案诶代志会当顺利？无，你讲唔对去啊！即摆上重要诶吼，就是求妈祖娘娘吼，庇佑你有心，赶紧生一个啊！生囡仔代志重要，未来荣华富贵当然无重要。同款重要，同款重要。好啦好啦，咱直接就拜，直接就拜啦。你也知。我是七早八早，落去市场买只水果，穿拜拜物件，也是为着你。你知嘛？迄土地开发案是做头的，若是会当成功，你地位就无同咯。而且，咱厝家若是土地当卖一步，只够就赚大钱啊！无得看你昨暝臭嘴，以后会当用 N O 漱口。你安尼在在点香啊！你讲你安尼一直细细点点，你就连未煞有影哦。来啦。妈祖娘娘在上，信禄收官。这是我的后生蔡家轩啦。诚心祈求妈祖娘娘当保庇，即届房价开发案顺顺利利，还佫有希望哦，我巴肚内会当赶紧有消息。假使我一个后生就好，假使这两件代志吼会当顺利，我愿意假使一年啦。唔对，我若无食饱，我就无命通食。我食早餐就好啊。拜托一下，迄坐顶面的是神明呢，你当作是安尼，你去菜市啊，你买水果，我来等下化解药啦。拍死，无个定来哈。妈祖娘娘，卡叔吼，这两件代志，若是当顺利圆满，我会伫个庙的面头前吼，请一个瓜艺班来相亲啦。妈祖娘娘，拜托啦吼，我甲阮阿婆安尼吼，骨力尼拍拼吼，安尼拼到尾歪腰去哦，弄个不小心嘞。我今仔有甲你病啦，有甲你问啦，你来问我吼，我拜托吼，今晚我有心啊。花轿，哦，嫁了我，我你也穿呀嘞！你敢没想想这个？阿爹，你那是想了好真正确，以后咱就是安尼做。我敢唔免哦，为了未来咱过好爷人的生活，好好计划一。我决定啊，为今仔开始，我要好好练习，做起贵夫人。贵夫人，有小奶奶通做，你唔做，你甘愿做一个跪咧油头脚的夫人咧？真正要头壳去磕掉你！妈，除了我妈，兄弟你最懂我。我懂你这张嘴。有肉啊，兄弟，我也懂你。你是不是要感谢我昨天在警局里面帮你解围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也不想想看谁是始作俑者。哎，始作俑者就是那个骗子妇女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舌灿莲花，你能坐在这里吃年糕吗？你早就被他们拖累了。瞧你说的真机灵啊，好像你原本就打算把金表归还给警察一样。就是这个味，
这就是咱们大臣的胃啊，兄弟，以后谁嫁你啊，谁幸福啊？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娶老婆啊？到时候你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，让我们大臣子孙可以发扬光大，是不是啊？不是我收走了，对吧？这人间美味，不要浪费了啊！兄弟啊，但别吃太多啊，晚上有人请吃饭呢、啊。谁啊？有个船老板呢、啊，他想找一些人手到他船上去做事的。不是。哎，我听说这个船老板很有钱哎，兄弟，这是我们难得机会、啊。有钱是人家的事，而且我在海市场工作好好的，没打算换工作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死脑筋啊？好。你最有原则，你最正义，兄弟，但人家请吃饭嘛，不吃白不吃嘛，而且我们可以顺便去开开眼界啊。既然没打算换工作，何必去吃那顿饭？你不怕自己噎死啊？重点不是吃饭啊，就是重点是那个吃饭的地方，听说是很精彩啊，就是，你懂的。我不懂，讲清楚。就是七贤路啊。就是传说中酒池肉林一掷千金的花花世界。兄弟，我一直想去体会一下，但是我没有钱啊，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。那种地方我没兴趣，要去你自个儿去。你没兴趣？我听说在那里的女人都穿得很清凉，会露胳膊，还有他们会露腿，还有戴那种黑黑的眼睛，很黑的那种。你真的没兴趣吧？不想。你不想，但是我很想。兄弟，赶紧去吧。不去。啊，走了。去呀。去。哎，你不去，我就吃光你的东西。没关系，我在吵就行了。啊，那你不去我就请你啊。好，烦死了。兄弟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哎。这弟弟才买啦，还买无几工，总无挂过啊！这块物件我知影啦，那雄雄想要卖啊？哎呀，有着合，无着白，那真正常嘛。上重要是哦，阮查某囝看无介意啦，以后若看到介意，就好卖嘛，哦。这样卖哦，卖好啦，而且哦，还有其他的回款。啊！你是不是安尼贴过？啊，用换会较好。无。啊，我就讲我无介意，想要买啊。啊，你要买，唔买，一句话莫啰嗦啦。啊，查某囡仔人哦，讲话就安尼轻声细碎，你安尼七七五八，以后要哪嫁出去啦？要嫁唔嫁，管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住伫海边啊？我就看。拜谢，你头家，囡仔人哦，有耳无嘴啦，无无安尼啦，啊，你看卖，会当收偌济啊？哎呦，你扣掉工钱哦，直接给你提到乡登去啦。那就了。你偷话啊？啊，你家己去抢遐紧啦。啊，这买卖是欢喜干我的呀，对不？啊，你那是嫌少少，会当卖卖啊？无啦，都无人查做啊。啊，你讲你这手指毋捌挂过对啊？这顶头哦有磨掉的痕呢。哟，我那是收倒转来，我搁爱重新整理啊，还搁有啦。一般市场这款哦，安尼有磨过，还无金仔单哦，我是无在收的哦。那是看讲哦，恁是在啥买，或者互恁方便呢？我看你这哦，规气卖叫金仔店嘛，叫乌店较紧啦。哪有人做生意像你安尼啊？我绝对哦去街头巷尾，甲你放上，讲你这间乌金仔店专骗老百姓的钱，你袂见笑啊？囡仔人讲话要有原则咯，恁若是要用火，目睭闭较紧的，爱看人哦。查某囝好啊啦，你着减讲两句，这
物件哦卖出去较要紧啦。是你怎样搞到的？出这什么计小哈？感伤啦！啊，家伙啦，你是卖生气啦哦！好，阿爸，你等下直接卖吗？啊，你都无惊，我单本来就较吃亏啊。明明就直接卖啊，伊嘛知影咱无金仔单，是要跳过来将咱送。好啦，弟弟先别讲话咧，你去好得，你好得，哦，阿爸出面了，阿爸，好啦。头家啊，我就跟你吼，想是讲啦哦，那就我将我心事讲给你听哦，你一定会可怜我的哦。那讲到阮老爸哦，惊到哦去学到家哦，啊，即嘛有断半只脚啦哦，啊，阮老母气到安尼心脏病啦，放给我拖。你衰啦，是不是要讲哦？啊，你为着这两个老的医药费，啊，你不得已哦，只好去地下室做借钱啊。啊，你好生哦。你哪厉害？好啊啦！你讲这理由啊，我听太济你啦。既然哦，你拢清楚，啊，这金仔钱，我就好心好用，加一寡嘛。这讲话无方便啦，咱内面讲。我只不过卖一架手机尔，我内面讲，哎，你若想要手机哦，我先跟你讲哦，我是送到要去有鬼抓去啊吼，我无钱给你哦。来来来，我问你，你这查某囝几岁啊？我袂记诶。哎，我家己查某囝几岁也袂记咧。哎呦，你问我食到几岁，我搁会想一下。是讲，你无代无志，你问这是啥嘛？啊，恁查某囝敢有人来讲亲戚啊？有真侪人来讲啦，也毋过我拢看无介意啦。吼，死老狗，真正老不休呢！老吴阁是要食幼瓜笋，敢笑笑阮查某囝？老家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吼，这卖查某囝的代志啊，我是做不出来。老家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吼，这卖查某囝的代志啊，我是做不出来。咱内面讲哦，道道参详。我就跟你讲啦。我无要卖查某囝啊！你有啥物参详的嘛？万项代志拢会当参详的啦，对不？听看阿妈的啊，袂减一块嘛，对不？我来行啦，啊行啦！赞，当真五粮茶呢？一两啊，一斤十来两。一般好茶啦，拢四两装的。啊，这一两的价钱哦，是做工的人半个月薪水。老家啊，我这话吼，我先打头前哦，这是你请我啉的哦，你唔通死搞，叫我出这茶米的钱哦。哎呦，袂啦，假死鬼啊！来啦，做你啉啦，尽量啉啦，啊！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啉啦吼。来，我感觉真奇怪，啊，是啊，像恁爸仔囝哦，一定都要卖迄卡手指啊，啊，若认真讲起来。迄卡手指也卖无偌济钱啊！哎，头家啊，这讲出来哦，唔惊你笑啦啊！哦，阮爸仔囝哦，最近啊带衰啦啊，
吹过倒弹，手影倒人，啊，做啥都了啥啦，啊，无听顺序的，那不是咱第二号第一棒子啊啦，我是未将阮查某囝未来继承提出来未啦。其实哦，你讲手指对我来讲是无算啥的啦，就算讲哦，一生五年拢卖减哦，退五年，迄嘛无问题啊。你那是愿意哦，吼，将恁查某囝嫁来阮哥家。聘金哦，我是大大饼，啊那大饼是拢在恁家哦。来，我啉寡哈。来，这外面是啦，我叫做高明啊，你会当去探听看卖，我高明。在高雄的行情啥款啊？恁查某囝若是愿意嫁来阮哥家，我保证，伊是安尼手打脚打，永远就免行走脚哦。嗯，哼。哎，我王大门哦，就算讲管啊歹囝啦，我也袂去庙啊查某囝。我要去吃麻打仗，我要去吃麻打仗，我要去吃麻打仗，我要去吃麻打仗。我中伤，我要去爽哦，莫甲我要啦哦。哎，你想啊？哎，那干哪哩？我是想讲哦，这是头疼啦，啊，表示我一点啊诚意啦啊。几条了？干嘛走？当然嘛，免。你真正照我演的呢，我若是跟你结亲戚哦，一定真出名哦。老哥，不是我咧操蛋，真济人哦，比较结亲戚，我都看袂起嘛。那若是安尼哦，你敢看会起嘛？哎，这是无话当啦。我咧想想，我内面差不多剩三四十块尔。三四十块，算尔。嗯。哦。这是要花？你咧怀疑咧？啊！无啦，这若夹着裤头，袂去空调啊！哎呦，袂啦，这也无外重啊！五两尔，五两个尔，当然咯、喔，哎、欸，要做阮哥家迄丈人爸哦、喔，迄派头哪会当失去啊？对不？哦，我上面一说什么的，老林哦，赶紧当兵，你看啥？哈哈哈哈哈！别卖了哈！哦。事业做真大，哈哈哈哈哈！也应该啦，哈！是有啥好讲的？讲遮久，阿爸，阿公娘阿奶，要收偌济？哎呀，无买卖啊啦，行啦。刚上来对篮球。嗯。你上午是出个老的，还卖菜。一个交代，看你到底是想遐真香，还是较想我白耍？当然嘛是想我这阵蠢风。对啦对啦，拢想啦，我呢哦，你时啊想，暗时啊想，我想到安尼啊，未食未困啦哦。来来来，饮酒饮酒。这哪里是酒吧？
看起来根本是酒家，酒吧酒家都有酒，差不多。我住的住。高老板啦，我看你这样很好哎，你一定是常客啊。哎呦，当然哦，这唔难哦，条啊是我猜的啦，来咧厝顶嘛我扛的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比一般的酒家哦较有水准。但是无听听你只高侪应酬哦，是要怎做外国人的生意，对不？我行车哦，白输得行赵家同款。哦，高老板你很厉害哎，你生意做那么大，还做外国人的生意哎。啊，要赚钱哦，那有分什么呢？本地啦，外国啦。欸、我讲一两句啊，哦，你忘了哦。啊，你敢知啊？对高雄港哦，要去香港还是新加坡哦，是比高雄去台南较近啊。哎、欸，高老板，你很会开玩笑，怎么样都不会比较近呐、啊。无可能哦，在我这哦，啥物拢变作有可能啦。这就叫做吼眼界啦。啊，你唔捌听人咧讲，生你阿囝恶生啦。我想高老板的意思应该是说，港口与港口间的联系速度远超于陆地上的距离。哎呦，哦哎，你这个少年咧袂歹哦，哦，头壳安尼转足紧的呀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若真正地话吼，保证啊，绝对会当学真济啦。啊，重点是哦，钱会赚到无底下啦啊！哦，我安尼常常哦，为着安尼钱伤济，唔知要安怎看到点阿赞呢，对不？钱伤济嘛，都要烦恼啦。来来来，天来吼，跟我倒开，来跟我倒开啊！谢谢高老板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想要离开海市场。哎，啊，土家甲你保证的呢，你随破讲哦。你想看卖啦？啊，海市场哦，一个月是会当领偌济薪水啦？啊，加加九百一千啦。啊，赚这款薪水，你是要赚到民国几年才有才调娶某生囝啦？哈、啊？有见解，有见解。我觉得高老板说的很有道理啊。难道你要和我过一辈子吗？好，来来来，小哥按来起来，按来起来，按来起来。小人呢、欸？饮酒啦！领导哎，哦，你这我这好酒足个性了呢。来来来，小人，你听我讲，嘿哦，目金哦，钱做人啦。啊，你有啥物条件做恁讲啊？咱豆豆参详啦，啊。谢谢高老板，我的工作只求稳定安保，而且我很满意现在的状况，并不想换工作。哎呦。啊！你少年人是咧求什么稳定啦？啊！啊！在你这个岁数，唔就爱去拼，爱去抢，爱去想办法提升讲你伫社会的地位。哎，唔是我咧臭屁哦！我在你这个岁数时阵啊，我高明伫高雄港的名声已经是小资人在探听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是哦愿意来哦替我行船啦，我保证啦，一个月薪水哦至少七千啦。你想安怎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开的条件哦，高雄可是无人做会到的啦，你得考虑清楚哦，啊！哈哈，来来来来，高尚，你跳舞？啊，来呀来呀，来来来。
来，老哥嫂哦，出手超大方的，开酒哦拢无咧问酒钱，菜色在你配，小姐唔惊你坐。若是所有人客拢参照哥嫂安尼，我这个小姐扫得退休啊，我讲得对无？哦，诶，别人会当退你是袂用的哦，啊你若退吼，以后要来啊唔来，我都要考虑一下啊。哈，哥嫂，你哪能大细心啦？来，哥嫂，我先跟你饮一杯。来。哥嫂，啊，你爱豆豆啊，你爱泡芒哦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坐下来，大家哦，爱饮要欢喜，啊，尽量饮哈。哥嫂，来啦。哎呦，我甲我送好你。哎呦，玫瑰送我歌哦，哎呦，就好嘞。等我一下哦。哦，等下等来哦。您的薪水对我来讲哦，迄南山的啦，唔值钱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来找恁海水厂的人哦，主要是恁拢有收你船的经验啊。啊，以后船哦，若是咧海上遇到什么问题，恁拢会当解决啦，对不？所以我真正是诚心诚意哦，要请恁来这做工作。谢谢高老板。你去哪？我要去厕所。进去啊！来，小林啊，我给你时间考虑啦，哦。啊，你心内哦，不管有啥物问题哦，别让咱讲出来，好好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奇怪，明明就往这来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小谢，你有什么代价？先生，你需要什么 ？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おはよう。皆さん、我想找厕所。切变数，你真正有够好笑的呢！哪有人伫咧变数的面头前咧切变数？不是，其实我是想找你。找我？找我？你的店外带，你切地变数进来啊？哈？我其实只是想上厕所而已。哎，稍等。看袂出来你有这款兴趣吼，不过真可惜啦，我才不会做这款的生意。对不起，你别误会了，我不是。你不要乱想。我乱想。阿伯，你讲看麦，我到底是咧想啥？是不是？你在嘲笑我啊？哈？我真正是洗目睭看白白哦，拢唔捌看过参像你这款的人客啊！真正足久唔捌看到会变人的查甫人啊！你真正足够水的呢！
兄弟啊，你在女厕前面干嘛？没事，走了走。你脸怎么了？我脸很好，但是尿不出来。尿不出来，不去看医生啊？小维哥，小维哥，别吵我，我想静静。兄弟，我心情不好吗？你不安慰我，只顾着自己修东西，你这叫哪门子兄弟啊？你不是说你想静静？什么静静？想静静。我把静静留在床上了，我现在站在这里是要你安慰我。啊，那你倒是说看看，我该怎么安慰你啊？我刚才看见我的女神了，真的。那只是你喝完酒后的幻觉。她那浅浅的微笑，妩媚的双眼，还有那一颗最最最性感的痣，镂空的披肩隐约露出她的香肩，她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女神，而且她不仅神又好香，好香，但是她越香我就越想死。知道吗？我差点闯入女生厕所，被我的女生看见了，她一定觉得我有问题，她一定觉得我是大色狼。天哪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再喜欢我了。兄弟，我完蛋了，我这辈子就这样毁掉了。兄弟。兄弟，你知道你兄弟我现在很难过吗？你还不安慰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是不是我兄弟啊？那我先恭喜你找到你心目中的女神了，加油。无要请人啦！无要请，无要硬甲人杀啊！我虽然不是查甫的，我比查甫更好做事啊！你是凭什么看袂起查甫人啊？查甫的啊，奇怪呢。
无阮查某人十月怀胎，恁查甫人就石头劈出来了。肚足枵的，若无紧趁钱吼，死到厝侪流袂出来，一定要厝头给吼出去。乖哦，妈妈笑，妈妈笑哈，乖啊，乖哈。哎，小丽，小丽，哎，多谢嘞。哎，你看开，那有明显明显，咱跟我笑吧。好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有跟我买过明汤药啊？你袂记啊？明汤药啊？哦，你是迄个蜘蛛精哦？对啦。啊！好好好，囡仔怎会好干安尼啊？是流出胆血啊？不是啦，不多的药啦。啊，明天好我啦。冇紧啦，我家己关就好啊。啊，你提这包来饲，来啦，好啊。来，多谢你呢。有老母疼的囡仔，实在是足好命的。爱是弟弟还是妹妹？是妹妹啦，妹妹哦。哦，伊陪我呢，白泡泡又咪咪，大汉哦，一定跟你同款水。啊，无够想要生一个查甫哦。我阁有一个后生啦，阮大家替我带。啊，囡仔的老爸嘞？像这种出头路个工课，应该要查甫人来做才对啊。伊就拄好有重要的代志在办呐，啊，这代志才轻巧着，无咧分查甫还是查某啦。轻巧？你提得伊大包，搁爱囡仔，啊，哪会歹坐三轮车？免呐，啊，分到的离遮近近啊，尔，行几步路就到啊啦。好近近啊！我跟你斗三工啊！我带你来等。唔免啦，我跟你赶电影啊！啊，无要紧啦，你莫看安尼哦，我开啦，比查某人搁较大。唔是啦，人家记第二改变，我哪好意思叫你赶这物件，安尼歹势啦。啊，免歹势啦，俺今日拄着，就算有缘啦，免跟我客气。啊，你减肥啦！啊，透早赶出门，袂记得食。无要紧啦，啊无安尼，你替我换些衫裤，啊来阮家，我请你食点心。好啊。啊，敢会麻烦？袂麻烦啦，来，阮家吃一片，行。好。台北日日小雨绵绵，女儿听到窗外雨声，思念之情满溢。庆良啊，啊！你拄我讲到安尼，你你六六，我听拢无。到底阮阿官是啥啥啦？哈，意思就是讲哦，真思念厝内的人啦，思念你这位阿母。哦哦，这吼配一定是请人家写的啦，啊，别人家加起你的啦。啊，无阮咧查囝粗鲁又讲无嘴水，啊，无可能写这种西奶话啦。啊，好奇嘛，你想嘛知影，啊，查囡仔会西奶。啊，当然歹势讲，讲也真正常啊。啊，讲起来嘛是有影啦，在家日日好，出外条条难啦。啊，也讲写写无啊？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建良，讲实在啦，啊好姐嘛吼，唔知安怎甲你感谢，我家再有你，啊无像阮这种痴迷牛啊，唔知要去倒位请人甲阮写批啦。啊，而且哦，你搁四界甲人斗三工写批读批。真正是做功德啦，这无啥，免跟我客气啦。阮人以前有甲讲过呢，像你这款的吼，伫古早吼，都叫做
秀才，啊，大家若看到你吼，都爱叫你一声老爷呢，还我请爷呢。我安尼讲啦，啊对啊，啊你即个敢有要消费互恁查某囝？安尼敢会歹势哈？袂啦，拄仔好我这两工位啊。好姐嘛，要钱冇变呢。对呀，我要穿介好的衫。哦，有胶带，有胶带，来，姐姐。恁交交多少？咱买胶带来。来，快点。哎，我先来走啊！好，嗯，拢无叫，先行嘞，定下啦。阿公，阿公，问你到要买偌久啦？哦，系，秘书啊，你有你的哦。好，我行定下哦，我定。好，行。好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要行，等下哦。麦登。哦，哎，麦登。阿浩进，哎，何霞丽呢？哦，等下哦，来。这替我固定。没啦，没啦。哎，这钱，迄落改衫的钱吼，啊，搁迄落买物件啦，吼，我吃。多谢。拜拜拜。好啦啦，莫搁拍啦，行啦。那坐啦。哎，我了做你做衫，原来是开干吗店的哦。啊，这差不多开了。正在打下订单吼。多谢。好，没啦。我来提，我过给你吃。哎，阿好姊妹哦。哎，听到无？来，拄好你来吃。来来来，拄好来来来，进进。这吼，这是呢。土地开发同意书吼，恁提转去吼签名。啊，内底意思我唔知啊，啥要签名？啊，着政府吼要开发咱放弃地区啦。啊？吼，啊恁若是甲这名咧吼签签咧吼，这条若过吼，吼以后咱放弃每一个乡亲拢会当摕到补偿金。是真的啊假？哪有遐好康的代志？凊彩签签的都有钱通领。就是遐好康。你想看卖啊？咱放弃地区，拢是一挂安尼无路用的沙地嘛，吼，歹种作啦。啊，政府若是甲征收转去，安尼再利用，吼，啊，你阁会当摕到钱，安尼毋是伊好，你好，人人好，大家拢总好，你看得对无？嗯。啊，土地若去予政府征收去，安尼阮是要住倒？对啊。啊，好钱嘛，你嘛咧好笑。迄有钱，敢咧行无所在通大笑啦。嘿啦，有这补偿金吼，和你要买土地吼，嘿，还是还够存的。哎，哦对了，听到啊，签了签了。哦，啊你安尼悄悄的人吼，安尼这个读遐悬着，安尼是咧考虑啥？你要留毒啊？是啦，哎，这是一条大代志呢，我当然嘛要想看卖。啊，是要搁想啥啦？这好康的代志，唔免搁想啊啦。哎，啊你不是一直讲想要去考迄啥公务人员？啊，若是考到，啊嘛是同款，就要搬去台中，还是台北上班。哦，啊，若是讲吼有这条补偿金，唔呐讲，哎，你咧安家费有啊，含这吼买厝的钱吼，拢唔免啦，你唔免烦恼啊啦。你讲对无？哎，啊，我讲哦，恁吼唔是干呐家己爱签名，赶紧来汤圆吼，啊，介绍一寡吼，你像吼你熟识的乡亲地主啦，有厝的啊。嗯。厝内环境袂歹啊，奈连三轮车都唔敢坐。电话呢？哦，是做生意用的。歹势。啊，请问你是？哦，有听听你来。你是姚金人客啊？是啊，啊你是？啊你好，我是杨婿啊。恁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恁某足忝的，伊还讲囡仔我平衫，你是查甫人诶，有影该斗相共啊？回来啊，我刚想少热诶，有煮热豆汤啦。做恁朋友哦？拄才当着诶啦，真热心，替我把衫裤拢关回来。你爱多谢你哦。好啦，多谢你诶好过。啊，加了，我先来走。我是不是讲唔对呀？无啦，是我较歹势，无我就好，我甲你招呼，唔讲再讲。好，先来走。我到底何里？免啦。甲你替人写批啊？我除了写批以外，佫处理一挂代志啊。
你是不是有咧生气啊？我有啥物好生气？哦，去你伫我人面头前讲你红色歹话啊？无无无，我绝对无甲拄只迄个小姐讲你的歹话，你唔通误会。你即摆穿的衫哦，是我送的啦！你衫穿上身，你就是我的人啦！大爷，我出家己去。你不要提你老爸哦！来啦来啦！可不来找本少？插播，偷给插播啦！来走，来走！你哪边放伊走？啊，人咧凊彩三两句的，就你让咧乌龙坐倒去哦！这两项代志一点不关系都无，名签落，所有的代志就拢解决了。春风为牛羊。